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Vlog。So，我是巴卡。对，那么呢，今天呢就是要跟朋友去租一间 homestay 来住啦。对，就是两天一夜啦。那么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进入 intro。他们锁掉了。So， 那么这边呢就是厨房。这边就是客厅啊。这里就是冰箱，然后这里呢就是一个小阳台放冷气的，然后。这里有一个电视机，这里呢就是厕所了，对。然后这里是美女，然后这里呢就是房间啦，两个双人床啊。这里呢就是阳台啦，一个小阳台。那么我们现在住的是六楼啊，对。煮这东西了，嗨，这是煮火锅了，对，咱们拍一下给大家看，吃饱了 ？Hello， 咱们现在用网络飞机吃啊，飞行器，一样啊，一样。So， 现在呢，我去看戏了。嗨，现在是11点多了。对，我们看半夜场。呀。那么吸烟不可以带相机进去了，所以呢，就不带了。那么呢，等下再见了。回到来了啊，换了睡觉的衣服，就比较运动衣一点，比较好睡啊。对，那么呢，我们先睡觉吧。那么我们明天。那么我们明天再见吧。就没有拍到什么东西了，对。好了，那么呢，
两天一夜的这个 vlog 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对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那么呢，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快结束了，对。那么呢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他喜欢还有分享出去啦，对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。那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，拜拜，然后 check out， 拜拜。